OK，小朋友，现在我们要看拉丁和九，先把你们的 number 跟 dare 写下去，名字跟日期，然后看第一题。五毛卷第一个打混，你看他手指比几？一、二、三，第一个就是卷今年3岁。五毛阿布八打混，他今年4岁，阿布今年4岁。五毛 Suresh，你看他比什么？五厘么？厘么打混，他今年5岁。Tuliskan jawapan yang betul。看第一题，第一个打混，第一个是三，OK，所以就把三写下，三的这个答案的字母写下去，就是 B。就把 B 写在这里。OK，B 呀，N 八是多少？N 八打混，4岁，哪一个是四？你们自己去找啊。哪一个是四？把它的字母写下去啊，写 A 或者 B 或者 C。4岁写这里，N 八打混写在这个格子。第三题，李么打混5岁，哪一个？A、B、C 哪一个？OK，去找五啊。然后我们看下面，当的干不多，把的就要放养不多，不打沙干干吧。你看这个干爸，他是男生还是女生？这个人叫阿布，对不对？他今年你看几岁？你看一根蜡烛、两根蜡烛、三根、四根，所以他今年4岁。一根蜡烛是代表他1岁了，所以他今年过4岁的生日。所以你看第一题啊，Nama saya Bell 还是 Nama saya Abu？他的名字叫 Bell 还是 Abu？OK，你看啊，他叫 Bell 还是叫阿布？这里。OK，所以这个小男孩是叫 Bell 吗？还是叫阿布？对，Nama saya Abu，他的名字叫阿布，所以就在旁边打一个勾，在这个格子打一个勾。然后看第二题啊，Umur saya 5 tahun，还是 Umur saya 4 tahun，他是5岁还是4岁？他是5岁吗？我刚讲还有几根蜡烛，还有4根蜡烛，所以他今年4岁，所以他是5岁吗？还是这里4岁？OK，刚刚我讲他4岁对不对？所以他是零还是 N 八？他是，所以就在这个格子上面打勾。五毛三月 N 八打昏，他今年4岁呀，在这边打一个勾。OK，最后一题你自己做哈。你看，Suresh budak perempuan 还是 Suresh budak lelaki？Perempuan 是女生，lelaki 是男生，所以 Suresh 是女生吗？还是 Suresh 是男生？你看图片，OK？